家好，我是 Nina Cafe，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来做这一款山茶花的。我们可以用它来做金针耳环等等都可以。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的旧影片支持我们。其中的一片叶仔就整好，我按照相同的方法整两片。勾花苞部分，环形器我第一行 Q 线将条线拉翻出来， Q 线拉个我针上面的一针，在同一入针位勾五针短针，去翻起始位，即我针都落去斜紧线头， Q 线拉翻出来做翻针引拔。第一行就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第二行。手针手针当起立针，同一入针位勾针短针，这一行总共勾五针短针，去翻最后一入针位勾针短针，去翻起始位做花针引拔。勾第三行，手针手针当起立针，同一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总共勾五组两针短针，勾最后一组，拿一段长线头将条线剪断。花苞的花托就勾好，我们就勾花苞部分，挑外半针就是入针，拿另外颜色的线把勾针上面 Q 线拉翻出来， Q 线拉个勾针上面的一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都是挑外半针，勾十针短针，去翻起始位做花针引拔。花苞第一行就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咗第二行，从呢个入针位开始，喺下三个针位勾三针短针，将下两针并为一针。下三个针位勾三针短针，将下两针并为一针，去翻起始位做花针引拔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咗第三行，手针手针当起立针，将第一同埋第二针并为一针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将下两针并为一针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留一段线头将条线剪断，就在这个位置装入棉花。这个花苞的内层就勾好，勾花苞的外层是花托的第三行，挑内半针，拿另外颜色的线摆勾针上面，条线拉翻出来，勾四针锁针，在下两个针位勾一组两针长长针的并针，做两针锁针，弹翻去第一个锁针的里山入边，做花针引拔，做四针锁针，去翻下一入针位，做花针引拔，
第一个花苞外层咧就勾好，我哋咧总共咧勾三个，勾最后一片，勾四针锁针，喺翻下两个针位勾一组长长针嘅并针，左两针锁针褪翻去第一个锁针位嘅里山入边，做翻针引拔，左四针锁针。去翻下一个针位，做花针引拔，去翻起始位，做花针引拔。咁山茶花嘅花苞咧就勾好。我哋咧将花嘅底部嘅呢三十针同埋花托嘅呢三十针咧一一对应，进行缝合。咁样咧，花托咧同埋花嘅部分咧就缝接完成，组装各个部分，将花梗柱插入去底托底部嘅中心位呢度，插入一条铁丝固定。再将铁丝插入去花苞嘅底部，咁呢个山茶花咧就制作完成。